就好吃的。你嘛想要吃，若是想要吃，家己去买啊。对啊。是给阿明偷吃啊。明仔载户外教学，大家爱记哩炸水、中道等，或者是一挂饼做小点心哦。耶，总算会用个买饼吃。妈妈，我明仔载要校外教学，老师讲要炸水、中昼顿，还阁有饼做小点心。妈妈，我想，要唔过妈妈这个月薪水还袂领。啊，好佳哉，我今仔日有微胖，明仔载就早去做中昼顿好啊。好。再见，阿明，阿明，阿明，你哪会袂记炸胖？安尼中昼会枵巴肚呢？你看阿明，哪会敢那炸胖啊？阿明中昼敢那食胖哦？无怪伊会偷食咱的饼。对啊，我足期待的，听讲咱即次去耍的所在足赞的呢。偷吃阮的饼，即马阁想要摕阮的棒棒糖。我无偷吃恁的饼，只个棒棒糖，我是捡起来要还恁的啊。阮妈妈讲袂用摕别人的物件。骗人！我才唔相信。阿明果然无唔对，伊无吃恁的饼。昨恁两个人藏起来的饼，是互粉鸟食去的。我亲目睭看到的，这个棒棒糖明明是拄只恁那个涂骹过来阮这边的，我甲阿明是想要甲棒棒糖捡起来还恁的。阿明，真实嘞，这挂棒棒糖拢请你吃。是嘞。阮误会你啊，不要紧。那安尼，咱就做伙食。
一开始我甲小伟拢误会阿明，阮认为是伊偷食阮的饼，阁拍算要摕阮的棒棒糖。又毋过，伫阮知影事实的真相以后，才发现阮拢误会伊啊。阮一直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大家千万唔通以怀疑的心理去诱别人的心意，无是会失去一个好朋友哦。